大家好，我小高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可乐农庄12月的销售排行榜。第10名是什么呢？第10名是 Ben。Ben 呢，是一款适合多人玩的游戏，心机，然后呢，就是要猜谁是你队友，谁是你的敌人，然后想办法让你的队友获胜。第9名，演化论。演化论是一个模拟生物演化的游戏。那生物呢，会有很多的能力，那你就是借由这些能力去让你能够更容易生存，得到更多分数。第8名是台湾游戏《伟人的猜拳战略》，这是一款用猜拳来争夺地盘游戏，非常刺激有趣。第7名《推倒题机》是一个每个人有一个秘密目标，想办法让自己的秘密目标完成的一个心机游戏。第6名也是台湾游戏，叫《一根香肠》。一根香肠就是把那个街口啊、庙口那种洗八刀啊、毒香肠做成的桌游，那也是非常欢乐，非常适合过年玩。第5名，谁是牛头王？谁是牛头王也是一个人多人少都可以玩的游戏。那它游戏就是接龙加踩地雷的概念，就避免让自己去踩到不好的牌。第4名，德国心脏病，它是一个经典的反应游戏，非常刺激有趣。第3名，犯人在跳舞，它就是一个复杂的抽鬼牌，但是鬼牌有可能获胜哦，也非常好玩。那第2名矮人矿坑，第1名奥尔龙，这两个都不用讲，就是几乎他们都在排行榜上就对了，超有名。